东京上野集团的这个 case， 会使讲即摆大家拢是为头开始啊，我无可能永远做你甲大兄的细汉的，所以即摆盛发集团甲大丰营组，咱就互相为家己拍平。我希望等你甲阿欧吉小舅会议结果，会当真圆满。你咧做报告啊？真无简单，还争取着机会啊，当然嘛爱较拼。这签约金5%就是5%，你若是无得接受，安尼出多少？纳米。为着一点钱，要给英豪点名声，安尼够未？我对维云那是应酬啊，跟他对你是真心的啊。你若真正去往天打雷劈，我嘛一定会陪你的。放心啦，今嘛哦，在你遐听说我，到时阵我会找机会甲伊解释。黄玉珍，是维云家己无才调，他家己红才讲吼，我看玉珍是真爱，是很早你都要怪我。唐小姐，你人哪来？这个人真正不是真会。伊就是一个出身高贵、日本的大企业家。唐小姐，你跑哪去啊？我要把你带回去半年前，找到让你失意、甲痛苦的来源。你爱你的家哦，伊就等你醒过来。我上爱的宝，我宝叫做冈平。青木奈美。为什么我头壳内边有这乱七八糟的记忆？敢讲我把强催眠过？